iPhone 的小屏幕常常不能满足大需求，这时候 Qin 加一根 HDMI 数据线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。一头连接 iPhone， 一头连接 Qin， 带着 Qin 健身当然可以实现，边看节目边运动，享受随身乐趣，远距离 Party 直播，用 Qin 和朋友一起 FaceTime。如果需要及时分享，更可以做简单的 presentation。游戏迷，视觉控 ，Qin 和 iPhone 的组合会不断给你惊喜，还有更多新奇玩法等着你去发现哦。移动触控微头 ，Qin， 移动随身，触控随心。